夏天即将到来，在这个系列 Summer Body 夏天体态训练系列将会有七部影片，每一部影片的训练部位都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就来训练腹肌。今天的风有点大，可能会有一些吵杂声。我们先躺在地板，将肚子内收，双手打开，膝盖在髋的正上方，将腿往外推，收回，尾椎离开地板，往外推，收回，全程肚子内收。当膝盖拉回来的时候，吐气，延伸，吸气。如果你发现你的腰开始离开地板，你可以把腿伸往天空垂直延伸，越低可能会造成你的下背离开地板，那会导致你的腰可能会比肚子还要酸。我们要专注在肚子酸，休息15秒。下一个动作是抓绳子，想象有一条绳子在你的肚子的上方，我们不断的往上爬，肩膀必须离开地板，吐气卷上来，抓，往上抓，不断的往上，靠近天花板，每一次肩膀离开地板。试着将你的肩膀再抬得更高，手往上举得更高。来到第三个动作，跟刚刚的第一个动作有点雷同，双手左右打开贴放，放在地板，然后将我们的双腿倒向45度，延伸出去，收回，开始，延伸，收回。这一次我们锻炼的是侧腹，往外延伸，将膝盖拉靠近肩膀。只做同一边哦。如果你想要，你可以手碰脚踝，大腿靠近胸口。每一次肩膀离开地板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刚刚第一个动作，全程上半身贴地板。接着我们就要换边，脚抬离地，倒向45度，腿延伸，拉回，拉回的时候臀部离开地板。啊，记得不是勾脚，不是脚跟贴臀部，是膝盖靠近肩膀。选择二。下一个动作，双手在臀部的两侧，腿伸直，然后我们做剪刀脚。同样，肚子内收，下背平贴地板。我们可以从垂直90度的这个范围做起，越低挑战越大，肚子要收得更紧。所以我建议大约在45度的这个角度，斜斜的就好，不要太低。然后专注在大腿，将大腿拉靠近胸口，需要的话膝盖可以微弯，用大腿去驱动动作。
转身来到棒式，我们的动作将会是开开合合，手肘手肘 go， 开开合合手肘，然后换脚开始开开合合。这个动作不需要做很快，我们主要的是能够放慢，然后控制动作，因为当你做太快，臀部可能会乱晃，失去控制。将肚子不断的往内收，休息。接着我们用掌心撑，将膝盖拉靠近胸口，膝盖拉靠近胸口，臀部抬高，放下换边，收进来，臀部抬高下来，记得我们的肩膀必须在掌心的上方，避免往后推，维持住，然后是臀部还有我们的下背圆背。主要的动作是将我们的腹部收缩，来到侧棒，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，将腿伸直，你可以将下方的脚膝盖弯曲做一半，也就是跪姿的动作，上方的手穿碰到大腿外侧，将臀部抬起来，然后打开，回到侧棒，抬高打开，宽抬高宽，回到原来的位置，直膝一样的方式。碰大腿的外侧，我们在做扭转的动作，侧腹的训练。换边，跪姿，单脚跪姿。或者直膝，宽抬高，宽回到原来的位置，躺下，我必须转向，因为太阳太大。请看我们做脚踏车的动作，扭转，手脚互相靠近的那一只，然后分开，拉长延伸，来开始扭转，伸长手脚，换边，扭转，伸长手脚，碰在脚的外侧。如果你觉得有点困难，或者有点乱，你可以做简单的就好，然后停留久一点，停留，停留，或者腿伸直。那重点不是手肘必须碰到膝盖，而是转胸，胸要转，眼睛看侧边地板。
我们已经来到一半哦，回到第一个动作，双手在身体的两侧，膝盖90度，脚离开地板，肚子内收，推，收 ，go， out， in， 拉进来，臀部离开地板，稍微用肚子的力量把腿拉进来。动作二，抓绳，我们的肩膀要卷上来，下巴靠近胸口，脚跟踩好，手抓，预备 ，Go， 肩膀离开，微微的转胸，但让你的目光看着天花板，看着你的掌心，抓着，抓。再往上一公分，再往上两公分，呼，非常有感。来，双手左右打开，脚尖离开，倒向45度，面向天花板，只有腿是斜的，延伸拉回，臀部离开，呼，推，然后卷进来，臀部离开，膝盖找肩膀，这个动作常见错误就是勾脚，这样没什么感觉哟，你必须把膝盖拉靠近胸口或肩膀。接着要换另一边，45度，回拉，剪刀脚，膝盖微弯或伸直都可以，想用你的大腿拉靠近胸口，拉靠近肚子，如果你要进阶一些，上半身离开地板，下巴收靠近胸口，
来到棒式轴撑，还记得我们的脚开开合合，然后膝盖碰手肘，慢的开开合合，手肘手肘，然后换边开开合合。下一个动作，平板，这个，来预备，收进来 ，up down， 换边。侧棒，呼，有没有大爆汗？超热的今天。跪姿或直膝，手碰大腿外侧，然后打开，碰大腿外侧，臀部推高，然后打开，髋稍微往下一点点。换边，躺在地板，最后一个动作，交叉延伸，预备，抬，然后延伸，抬，延伸，thank you.
恭喜你完成了20分钟的腹肌训练，别忘了在接下来的6个影片也都会是我们的 Summer Body 夏天体态训练系列，订阅频道那你就不会错过啦。感谢以下的观众朋友给予的超级感谢以及捐赠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让我能持续制作更多的影片来帮助你的健康。如果你想要支持我，请点底下的捐款连结。如果你想要看其他的训练影片，可以看这一部以及这一部你会喜欢的影片哦。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